上的时间即将到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来看他们在做这个 BBQ。哇，他们这一家是一个庭院，是非常的棒的。来看看，哎，最大的什么？炉子多大？它是最大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炉子。没有，这是在丹麦里面最大的炉子了。嗯，谢谢你的介绍。这个好像是德国香肠，看起来。也挺好吃的。好。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晚上有一个这个最大的炉子，没看过最大的炉子，好像说没有比这个还更大。我们来照一张相吧。然后现在大家在这个庭院当中去享受这个生活。嘿，准备吃饭。谢谢戴老师啦，辛苦您的翻译啦。这大家就很舒适的在这个花园中。Hey, hello, Ilian, and then, okay, and thank you very much, thank you. 现在大家就在这个花园当中，大家就在这边，好，准备享受晚餐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，大家都非常。